哎，远哥，搞点海鲜，都把研究生叫过来，这料不小，得好好吃一顿。不用叫，到点儿我来了。你这都是卖点吧？帝王蟹，还有波龙、扇贝、鲍鱼，这也不贵，也就1800左右。小叶今天来呢，没有带羊，带来点海鲜，咱们呢今天做一个海鲜大咖吃。太豪横了！我先把那波龙刷一下，今天我让你脱费了啊。小意思，主要还是嘴馋。把这帝王蟹也刷一下啊。咱们现在把这鲍鱼还有扇贝处理一下。咱们先准备点蒜蓉。这还多久就能做好啊？还有一个来小时吧。我把这蒜剁好吧，剁好咱们先歇会儿。行。把剁好的蒜末冲洗两遍。准备点小葱花。再切点红椒粒。准备点金针菇，把金针菇垫入盘底，把鲍鱼改一下花刀。咱现在先把水烧上，再准备点这个干辣椒节。咱们先把帝王蟹跟波龙蒸上，现在把这个蒜蓉炒一下，蒜蓉放入一半，稍微变色以后把剩下的蒜蓉放进去，放入少许蚝油、豉油汁儿、加点盐，把它拌匀。把扇贝放上粉丝。放上炸好的蒜蓉，把这鲍鱼也放上蒜蓉，帝王蟹跟波龙已经蒸好了，咱把它拿出来。把扇贝和鲍鱼蒸上，扇贝跟那个鲍鱼已经蒸好了，咱把它装到这盘子上去。锅里来点底油，放上青花椒、葡萄、提前豆瓣、葱加蒜，再上一块火锅料。放入料酒、葱头，放入清水，来点盐，少许白糖，打去料汁，焯好汤汁浇入这个盘子里边。扔菜，开始吧，海鲜大咖，看这个爽啊，无从下手啊，哪都是美味感觉。今天可就是灶王了，我请客，必须。鲍鱼，哇，鲍鱼完了，来十位，一样一样来。又香又辣，真过瘾。倒。多少？这盘多少钱？多两千。来个鲍鱼，这个比扯腰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好爽一多呀！鲍鱼看着真爽啊。这俩波龙，你俩一人一个，正好。来个波龙，这是硬菜。哇，真爽啊！慢慢生活吧。过瘾！把这帝王蟹这些腿给你们卸下来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必须的。你吃什么好嘞？吃什么好嘞？哈，完了。鹦鹉那嘴嘞。不先饱啊，元哥。先饱，不先饱，我去给你们煮点面来。面来了。哎呀。帝王蟹波龙味的海鲜面，香喷喷的啊！